确实，绕娃娃胶没胶，应该是没胶，藏起来了，应该戴在手上。判定牛批啊！装好久，差一台。
那个传送吧，然后再去找魔术师。真是哎，不得稳一点，这边我还是巨人黄鸡。喂，应该是不会过来了。瓜皮啊，你这不修电机疯狂在那边玩磁铁。烦，这个磁铁除了烦没什么话说了。
钱包还有怀表，娃娃估计在消费台就不好打了。及时飞一刀斩加速，挂人加速。这么好的节奏都让他们把电梯打开了，真的恐怖。解释我等关了。
前锋应该到了，要么就是这边是娃娃。你还不回头看，这么自信啊？有怀表，有前锋在，应该有娃娃，我让你救吧，我给你等，那你就耍死他们。
没了，咋点了？
哎呦我去，还得吸。没打中啊，那得走啊。
条输了。嗯。嗯。嘟嘟嘟嘟。打墙是一刀收益大一些，不然等会儿再救人呢。反正他俩起不来，着急。即使有怀表，估计就二十秒了。天之修了一会儿，
拍台。怎么有个针在动？